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这里啊，我们刚才说要讲一下无间顶相这个概念。那无间顶相啊，它有时候就是梵音叫做乌色逆沙相啊。那它是三，有时候叫做顶上漏迹相，有时候叫顶迹相。那这个相好啊，那基本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里面。那我们先来说这个长阿含啊，它是三十二相中最后一项，因为它是从脚开始讲，足下安平立相，这是第一项啊。那中阿含也是啊，那第三十一项是，它是放在第三十一项啊，就无间顶相。然后另外它把白毫相，眉间白毫相放在第三十二项。那如果是大般若经里面啊，它是从头上开始讲、啊、所以无间顶相是第一相。那大智度论是跟中阿含一样啊，大智度论也有讲三十二相啊，那它是大概它跟中阿含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无间顶相是怎么，因为从我们前面看到的密集经，就是说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佛是有多高。那这样是怎样？这样的概念我们一般是没有办法讲清楚，就是说那我们是看不到佛的全身吗？那也不太可能啊。佛的色身你不可能看不到啊，就是佛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你怎么看不到佛的色身？那么他一出生就让人家看不清楚他到底有多高吗？那他怎么又知道他丈六金身啊？所以这个无间顶相一般就是你看不到他的顶。那这个顶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身相看不到顶啊，就好像这个像刚才举的句子，木莲是讲声音，这个应慈菩萨要去看这个佛到底多远多高可以看得到啊，到了百亿恒河沙佛国土他还看得到，那看不到那个顶。可是你又看不到那个顶，就是那个头一直很长嘛，那也不太可能啊，所以你会一下子想不出来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如果说你到很远都还看得见佛啊，那么这个是还有不可思议的部分啊。但是只是那个头你说看不到它的顶，那这个很奇怪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想不出来。就好像你说佛从右胁出生，我们也会想很久想不出来，但是这个无间顶相更难想。那通常是这样啊，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我们比较好解释一点，就是说那么因为这个顶迹象是头顶有一个漏迹啊，就是这里有一个隆起，这里有一块肉隆起，但是它这个隆起不是像我们这样稍微高一点点，不是，它是隆起有一块远远的东西，它是就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头来讲，那么它这里有隆起一块远远的啊，这个叫做肉迹。经典上的说法叫做如春山吐日啊，这不知道是哪里说的啦，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，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头，然后它这里就有隆起一块啊，隆起一块远远的。那么是落，叫做顶迹象，在这里有隆起一块圆圆的，啊，那这里会放光，啊，它放光。那如果基本上如果说不见顶，就是那个光你不晓得它能够放多远。如果那个光顶上的光明是不可见顶，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，比较好理解了。那如果你说这个头上这个落迹看不到顶，那这个我们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。就是说，如果比如说顶相不能见，就是说看不到它的顶在哪里。那你看不到它，你怎么知道它这里有漏迹？那它就是一个顶啊，啊，就是说我们来看，一般来讲就是说那个顶相你见不到它，但是基本上它这个就是它这个隆起这一块是圆的，然后它这里有纹，那它还有法嘛？它有那个，它如果没有剃的话，就是说你看那个佛陀刚出家的时候，他剃法的时候，他是把那个右旋螺纹的法啊，就是那种 Q 毛的，就是说它是卷毛的，佛陀是卷毛的啊，它是右旋的卷毛，然后它这个纹像非洲很多也是这样啊，好像卷毛的，然后它那个法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这个是顶迹象，这个是三十二相之一，三十二相是顶迹象啊，乌色逆沙相，但是不见顶，无见顶这个是好相好里面的相好，一般就是在第六十六相好里面啊，要八十种相好嘛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
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那么无见顶是一个相，是一个好了，是一个就是它是这个相好啊，就是你看不到它的顶。那这可能是光明相啊，所以光明不能见顶啊，有这么一种，这种是比较好理解的。另外一种就是说，它里面它那个无见顶里面啊，它那个法有螺纹，它那个肉里面也有很细的螺纹相啊。那因为这个很细，那你也看不到啊，这是另外一种说法。那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，就有点像马因长相。马因长相就是佛的雄性，就是他的那个器官，他像马一样，他会缩进去啊，他看不到啊。那么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，他一样是不能见啊。那这个无见顶，它是因为它也许它是维系有这个螺纹相，它也你看不到啊，那就是比较隐秘系，它看不到，很细啊。那这是基本上无见顶相的三种说法，那通常是以它见不到啊，那所以它叫做无见顶相。所以你怎么看它看不到它的顶在哪里呢啊，就刚才我们讲那婆罗门要去量佛啊，它也不是无见顶相，都是量佛，怎么量佛都比那个竹子高啊，然后拿一根啊，比如说它拿假设佛200公分啊，因为如果两倍高，大概可能就是两倍高要300公分啊，然后讲到高的有400公分，但这个太高了，这个太不合乎科学了啊！如果在印度那个时代长出一个200公分的，那已经是很高了，那是有这种人。但是你说长出一个400公分的呢，那太离谱了，那就是好像金刚一样啊。那但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难以理解了啊。但是大概人的两倍高是有的啊。那比如说他很高啊，那么这个那还有一种就很简单嘛。就是佛比一般人很高了，那一般人是看不到他嘛，就是你要整个看，就是啊，你要很仰望看，你都看不到佛的顶。因为假设了，我们用现实来说了，就佛很高嘛，啊，那你这样看，你只能看到面啊，你看不到这个顶啊，你就当然就看不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太高了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就是无见顶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大智论基本上跟中阿含一样啊，就是它是从脚啊，第一项是足下安平立相嘛。足下安平立就是，就像我们讲脚有点像扁平这样的啊。那但是三十二相跟我们现在的人来看，基本上都，就说有些我们会觉得，甚至我们现在会觉得这种相就是不是正常的啊。那通常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无见顶相啊，一个顶若有螺纹，所以螺纹不得见，这个是其中一种解释。那有光明啊，这若寂中。这个光明看不到顶啊，你不晓得光明到哪里啊，那这个也是一种。但是一般常见的就是顶相、身相，这个顶啊不能见啊，那大概是这个无见顶相的这样的一个啊，这个概念了 啊。那一般我们想说，那佛看不到顶，那是怎样？那是一直头很高吗？啊，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啊。不过从这个应慈菩萨。啊，大智论讲应时菩萨要去量佛身啊，他不是头顶的，他是量佛身啊，没有办法啊，知道佛，你真的要去量就量不到了。但是你看，基本上还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的相啊啊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有讲到啊，这个第十个啊，要断他。为什么讲般若波罗蜜啊？就是重点在讲佛跟人不一样了、啊，佛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重点在讲这个啊，所以你不要认为佛跟一般人一样啊，佛跟一般人不一样啊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讲啊，我们再看啊，十六页里面的复次啊，佛出生时啊，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，堕地行七步啊，出生他就走七步啊，那到底是走几步啊？向哪里走啊？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，那讲了些什么？口字发言。言尽辩末，就一出生就会讲话，讲完话不久就不讲了，他们一直讲。那有没有这种事呢？其实也有，啊，有些小孩子真的是出生就会讲话，那一出生讲话，人家会觉得怪胎，所以他后来都不讲。啊，确实也有这种，啊，那么一般的人有些他出生就有记忆，他前生的记忆，但是慢慢就失掉了。多数的人小孩子是有记忆的哦，
记忆他前身的，但是后来渐渐就没有了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啊。那有一些人是出生他就会有那种记忆的啊。我记得我刚出生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呢啊，我会觉得我第一个念头是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真的。那后来那有一些事现在渐渐忘记了啊。那我记得了那个，但这件事我还记得啊。一出生的时候我就说，哎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就这种概念啊，有一些观念慢慢没有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但是特别啊，他说缘尽变末啊，就不讲话了啊。这我们在看人多里面也有，如住婴海，就跟一般的人一样，跟一般的人一样，不行啊，就没有办法走，要用爬的嘛啊，不讲话啊。那乳哺三岁啊，就是要喝奶啊。那一般以前没有牛奶了，都是母乳。那如果你的母亲没有啊，就要找另外一个母乳乳母啊。啊，那因为释迦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出生，释迦佛出生七天后，啊，那么就升到倒立天去了，啊，那所以他就由他的摩耶夫人的姐姐啊，或者说妹妹啊，那么把他抚养长大啊，变成他的乳母跟养母，啊，那么佛身无数，过诸世间，啊，现在又讲到这个佛身的概念，啊。那所以说佛身无数，佛身无数的概念是什么啊？基本上就是化身了啊，只有化身才无数。那如果是法身的话，基本上就不可见。过诸世间为众生故，现如凡人。好，我们先来讲一下佛身无数这个概念啊。大智度论里面哈，通常身这个概念。因为现在我们有所谓的三身四身啊，后面比较复杂一点。那我们先讲啊，那么尤其是大圣的佛陀观哦，大圣经典的佛陀观跟部派的，然后跟阿含的又不太一样。好，那通常我们在大智论里面啊，从大智论里面我们来看啊，大智论里面它基本上是啊怎么样讲这个佛身的概念啊，大智论啊。我们来看他有提到的时候卷九啊，他讲到有两种身，法性身跟父母身。那这个法性身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，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啊。法性身跟父母身，他说有两种身啊，他通常都是两种身而已，没有三种，没有四种啊，就是佛有两种身啊，佛两种身啊，一个法性身，一个是父母生身。因为我们只有一本而已啦，因为这里有好像九本的十本太多了，我们就给一本，我们把它写在这里。然后卷十的时候他又说到有神通变化身跟父母生身。好，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三种身了啊，那其实不是，也是两种身而已。等一下我们再讲变化身和父母生身。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法身毗卢遮那佛、报身卢舍那佛啊，那么化身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那父母生身啊，那这个神通变化身啊，跟法性生身气是一样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它就是我们把它有关于提到佛身的这个概念，佛身的这个概念啊，然后把它归纳起来看，其实它就是两种而已啊，就是法身跟化身，或者是法身跟色身啊，基本上就这样。那这个父母生身一般有时候叫做八万重生啊。那我们来先来看那卷四十的时候啊，大家也可以回去参考经文啊。他说生死肉身有两种身，一个是生死肉身啊，一个叫做法性神通法身啊。卷六十的时候他说啊，有一个生死肉身跟一个法性生身啊，这里又有所谓法性生身啊。那法性生身是不是等同法身啊？如果这样看又不一样哦啊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反正这后来名词的东西弄得很复杂了啊。法性生身，这个是生死肉身，这个是另外有一个叫做法性生身
啊，捐六十的时候生死肉身，还有一个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深深。啊，那这个是有生死，那这里说出三界不生不死。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啊，不生不死。如果是这样来看啊，就是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深深跟有生死的肉身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如果依他这个文来看啊，这个是在说明有生死的是肉身啊，生死的肉身跟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深深。好，这个是卷六十的。再来看啊，卷七十四，我们把它有关也都可以拿出来看比较了啊。那么一样，它就是生死肉身跟法性深深啊。那卷七十七，好，大概就这么多了啊。卷七十七，他说是菩萨得无生法忍，舍生死肉身得法性深深。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得法性深深，舍生死肉身。就是法性深深怎么来的？得法性深深，舍生死肉身啊，得无生法忍，舍生死肉身。他怎么转换的了啊？这生死肉身。所以圣者基本上就是法性深深了，圣者啊，基本上就是法性深深啊，舍生死肉身，得法性深深。好，如果照这样来看啊，通常就是两种身了啊，在大乘院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两种身，一个叫做色身，一个叫做法身。但是这个法身又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不可见的，真正的法身是不可见的哦。啊，真正法身是不可见的，法身无相嘛，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法性啊。那基本上法身就是法性所成啊，法性所成。那么基本上就是法，就是法。那么基本上就是法性了。法身基本上是法性，等同法性，那是不可见的，啊，不可见，不可量，啊，但是这里是可以的。这个法性深深的概念，有时候等同法身，有时候不等同。它基本上法性深深，有时候它就是意深深哦，意识所成哦，意所成深哦，有时候叫意深深，啊，所以这些概念哦，有时候我们会混在一起，也搞不清楚那到底什么是什么，啊，等一下再来讲意深深，现在讲法性深深啊，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先有一个概念，然后我们读的后来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么这种我概念就会越来越清楚啊。那生死肉身跟法性深深啊，那它基本上就是两种，法性深它又是变化深，它就是神通变化深啊，都一样。所以它你看这里就把它练起来，有时候我们会误会啊，法身化身啊，色身啊，其实不是。其实不是，它法性神通法身啊，或是化身神通法身，基本上就是变化身了。法性身就是神通变化身，它还是可见的，它还是可见的。那这个跟有一点像报身了啊，因为如果是三身的概念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法身是不可见的，法身是骗虚空进法界就不可见，那报身可以啊。那化身啊，就应化身，就是色身啊，就是我们的业报身，就是释迦佛的业报身，通常是这样。那化身的话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；报身的话，就不是八万四千相无量相好。那如果是报身的话，只有圣者可见，只有圣者能见啊，那又不一样啊。那通常这个大智论里面只有两种，就是法性身跟父母身身，那法性身跟法身不一样哦。法身基本上我们通常是指界定位解脱，解脱之见，啊，是这样的概念，是法的概念，不是身的概念啊。就五分法身嘛，《阿含经》里面的界定位解脱，就佛功德了啊，解脱之见，
这个是不可见的啊，这个叫五分法身嘛，啊，或是叫解脱法身啊，那通常是这样的。那法性身又不是哦，法性身你看它基本上它就是啊，你证得实相啊，你证得这个无生法忍啊，那么你的身体不是那一种出色的业报所成的，而是你证得真理实相所成的得法性身啊，得法性身身啊，那它还是可见，它还是可见的。好，那大概是我们说到这样的观念。那它基本上是一种意生身啊，那说到意生身，就是这个是色身所成的，跟意识所成的又不一样。那意生身有几种，像天人、天色身、色界的、无色界的，它也是意生身。但有时候说中阴身也是意生身啊，就中阴身，它是意识所成，它不是那种色相的啊。那这个是有关于所谓佛身啊，佛身的一个概念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底下看，他说佛身无数，过诸世间，为众生故，现如凡人啊，就是你看释迦佛啊，那这样的样子，其实他是为众生而示现的。那大圣经典通常都是这样讲的啊，就是他的佛陀观啊，就是佛陀的这样的概念，佛身啊，那包括佛出现在世间种种的行为啊，那种种出现的事情，通常大圣经典比较倾向于都是示现的，跟部派里面，比如说大众部啊，那甚至说佛不会骂人啊，如果骂人也是示现的，佛没有业报，就是佛不会有需要吃喝拉撒睡这件事情没有，如果有那是示现的啊，甚至像《法华经》讲到，佛来这个世间成佛入涅槃，都是示现的，啊，都不是啊，都也还是示现的，不是真的在这个世间成佛入涅槃，啊，就是后来会发现到说，大圣经典在有关于佛这个概念上啊，那么跟原来的《阿含经》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。凡人生死，就是一般的人生下来的时候，身分诸根及意识未成就啊，甚至有些刚生下来眼睛都还没张开啊，那么脑部头脑发育还不完全啊，那所以他有很多都还没有成就，就是还不能看不能讲啊，那类似像这样啊，那么身是位啊，是位就是行住坐卧，言谈语默啊，讲话不讲话，种种人法皆悉未了。这个人法我们说过，佛法、人法、畜生法、鬼法啊，这个法就是人有的行为啊，就是这一类啊，比如说狗法，就是狗会吠啊，见到人会吠，然后鼻子很灵敏啊，类似像这样的，就是人有的行为跟特征啊。那么叫做人法啊，那么皆悉未了啊，就是都还没有啊成熟了啊，日月岁过啊，那么经过啊年纪年岁渐渐习学，人具人法啊，就是人会讲话啊，但是这个也要学的啊，人会听话啊，听这样啊，这个字会认字啊，会这个。煮饭啊，会种树啊，这种种啊，一大堆了啊。那么都是要渐渐学习，那像个人一样啊，包括伦理道德啦，这种种。今佛云何身变人形人语，后更不能。那为什么佛生下来就跟人不一样？他就能走路，能走七步嘛啊？那能讲话，那但是。他就一开始可以，然后后来就跟一般人一样了，后更不能，以此自怪。通常像大圣经典所描写的佛陀观的话，那一般人是有时候是很多想不来了啊，比如说我们说他
一般人最常说的就是右胁出生，那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一般人是怎么样右胁出生呢？右胁怎么出生呢？一生生哦，基本上因为这个有些概念哦很复杂，法生、法性生、一生生、中阴生，那这咱来南南做会一条。法生基本上是不是生的概念，是法的概念。那法性生就是他得这个法所成的生，他跟法生又不一样。但是有时候法生跟法性生是同一个词，所以我按接下来分解。那么法生它是跟色生跟意所成生，就是意生生，意生生跟色生、业报生不太一样，意生生。这个人擦掉，不要紧。一生生啊，不要紧，那种共和。一生生跟这个中阴生又不太一样。中阴生是一生生，但一生生不一定是中阴生。啊，那一所成生，杂含里面的啊，称一所生，有时候后来就叫做一生生。但是杂含里面讲的称一所生，它指的是业报生。他指的是业报生，就是说趁这个意，然后到那里成为有一个生，趁意所生，不管你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他都是业报生。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就十六页这些啊，他说凡人生死啊，一般的人出生的时候，身分诸根及其意识未成就啊，身分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五根啊，然后意识就是一根啊，就是我们的六根啊。身分诸根，眼耳鼻舌身意还没完全成就啊，说眼睛还没完全能够认识，或是甚至还没张开。然后耳朵啊，基本上应该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哦，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啊，耳根就已经有了，但是还没完全成熟了，不能够啊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啊，但是他应该可以听到声音了。那有些也可以听得到了啊，这眼耳鼻舌身，那接触啊这些了啊，还没完全成就啊，不是没有成就，是还没完全成就啊。那么甚至是头脑还没完全啊长成熟了啊。所以身是位以行住坐卧言谈语默种种人法啊，皆悉未了啊，就是有关于人，一般人能知道、能看到啊、能尝到啊。这个人想到的这些种种啊，都还不是啊很清楚明白，所以渐渐学习啊，一天过一天啊，从小啊这样渐渐学习，然后开始知道啊一个人应该有的礼仪啦、规范啦、道德啦、啊伦理啦、啊知识啦啊，这些就是慢慢学习来的。然后所以他说，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就是。从小慢慢学习才知道的。那么佛为什么出生就能讲话？我们能讲话要讲什么话，也是出生才知道。哦，这个叫爸爸，这个叫妈妈。哦，这个是甜，这个是咸，这个是高，这个是矮啊。那么佛为什么一出生就能够讲话？他怎么知道要出这个音？如果你是在闽南人家长大的，你就讲闽南话；你是在北方人长大的，你讲北方音；你是在这个西方那个。美国长大的你就讲美语啊，那为什么他没有学？他一出生就能讲啊，而且就能够走啊。那么这一些很奇怪，那为什么一开始可以，后来又不行啊？那既然前面就能够讲话、能够走了，他为什么讲一句话啊，或者讲几句话、走几步之后，后来就不走了，后来又不能走了，就跟人一样了？那这个事又更奇怪了啊。所以他在讲啊。那么这些事啊，那为什么佛的这个出生啊，那么这么奇怪的啊？那他说，但为此故以方便利，因为要让大家啊明白啊了解啊，就是说佛生，因为这里的主题就是佛生跟一般不一样。佛出现在世间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所以那么这个要有般若波罗蜜啊，你要见实相啊，就是你要了解你才能知道。所以以方便利现行人法，如人微语令诸众生信于身法
他后面是在说，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能够讲话、能够走路，后来又不能了？这是为什么？他说，假设释迦佛这个菩萨就是释迦菩萨悉达多，那么出生的时候就能够走，能够讲话，那么世人会这样想，现在这个人世未曾有，必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，非我等所及，何以故？我等生死肉身啊，我们说过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到生死肉身跟法性身啊，生身啊，这两个不一样，为结死业所欠啊，结死就是烦恼啊，我们说过有九结，有五上分结，有五下分结啊，有三结啊。不同的观念，不同的概念，被烦恼做不同的分类，总共来讲有98劫，这个是部派里面说的了，那么业所牵，其实就叫业报身了，那业报是从烦恼来的，所以叫做结死业所牵，牵就是牵引，所以我们会受六道的身，叫做引业，引业就是烦恼业所牵引而成的，叫引业，然后所以不得自在，就是 你由业报所成的就要依业，那你没有办法，说随着你，想怎么就怎么的，比如说你出生做狗，它就是用四只脚走路，你就没有办法用两只脚走路，那它出生做这个鸟，它能飞，但是它就是没有手，没有可以爬树的手，它有脚。出生做鱼就是离不了这个水，离了水没多久就会死，就好像人，在水里面没有空气没有多久会死一样，就是这个就是业报，它没有办法自在，没有办法自在，像我们一定要吃饭，不吃饭会饿死，那个也是，没有办法自在，如此身法谁能及之，就是说那么这些就是佛，之前，他说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，世间的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了，那么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学的，那我是一般人，所以我学不了这么深的法，所以就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，就自己这样，那么就自暴自弃了，我们都悲慢了，那其实现在很多佛教徒不管在家出家，这个也是很多都有悲慢，悲慢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，我烦恼这么重，我业障这么重，我的知识这么浅薄，我都没有什么智慧，所以佛说的这些法，我没有办法体会，我也修，也人家修可以成就，我修也不能成就，所以我只能怎么样，只能好好念佛，求下品下生就好了，这就是什么，这基本上跟这个一样，就是说我烦恼重，我业障重，我智慧薄，我能力差，那佛说的这些法我相信都很好，都可以解脱，但是我不能，我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，因为，别人听没多久就会了，我听很久都不会，别人学几遍就会了，我学很多遍都还不会，过了这么久我烦恼还是这么重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些法，就开始有人就鼓吹啦，说我现在是末法啦，我们的业障重啦，根气差啦，根气劣啦，业障重啦，这个时代是末法啦，所以修行解脱是不可能的啦，只有念佛往生才可以啦，你靠自己是没办法的啦，只有靠佛力啦，那这种基本上就都是什么，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， 你自己斩断自己的路嘛，佛说这些法就是要让你学的，结果你说佛这些说这些法是给那些智慧高深的，那么根气力的，头脑好的，烦恼轻的人学的，像我这种是学不了的，因为这样自我局限，妄自菲薄，成不了贤圣法器，
这个很重要。我发现到现代的人最差的，相信佛法但不相信自己。那一般世间的人相信自己不相信佛法，这两种人都没办法，所以没办法。我看最多的就是这样。所以最好的是要怎么样？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佛法。因为我要学佛，我要成佛。不相信我，不相信佛，你都没办法啊。所以相信自己，相信佛法。那相信自己要了解自己。你说你相信自己就相信自己，那个不是盲目的相信啊，也不是那一种傲慢的相信，不是。你要真正了解自己有什么优点，有什么缺点啊，那么在哪里？因为既然六道里面能够作为人，那么都是有他的功德啊。你为什么不是一只狗，不是一只猫，不是一只虫啊，不是一只跳蚤呢？不是一条鱼呢？你为什么是一个人呢？啊，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听闻到佛法呢？你为什么不是生在边地啊、回教啊、家庭啊、基督教家庭啊？不是生在邪见家，不是那种四肢变聪的呢？为什么你会相信佛法？为什么你会想修行？为什么你会想学佛？为什么你会想解脱？你要了解啊，它都有因有缘啊，有业啊。那你了解了，你就会觉得你跟佛有缘啊，那么你也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就不会觉得啊，就被有时候看一些方便说的，看多了就会觉得我业障重，我又在末法，我又见不到佛啊，所以我要修行又不可能啊，因为大家都看得到自己的烦恼嘛，烦恼重嘛，那要修行又很多障碍嘛，又变成业障重嘛啊，那每次诵经啦、啊、拜佛啦、啊，啊，那都说念一声佛，福增无量，啊，拜一次佛，罪灭河沙。我都拜了几百次、几千次了，罪还这么重，可见我是没办法成就的，啊，通常都会这样哦。通常修行有时候第一关最难关的就是叫做自我局限关，自己把自己画在那个地方了，我就只能走到这里，再过我就走不过去了。我就只能跨过这么高，再跨我就跨不过去了。所以一直这样跟自己讲，就在那个原地画，就是像一只狗或者一条牛，你给它画一个圈，叫它不能走出，它就不能走出，它就在那里了。我们叫做画地自限。佛教徒哦，尤其很多出家人也一样啊，那么很会画地自限，告诉自己。啊，我只能做这个，我不能做那个，我只能到这里，我不能到那里，啊，然后慢慢，你就变成真的是这样了，啊，你就变得真的是这样了，啊，那是自己告诉自己的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障碍自己了，真的。那这个是我就是出家这么多年来哈，然后我到各处讲经，各地讲经，看过很多人，多数的人。都是自我局限，自我局限，你就自己画地自限，就你出不了。这里就是这里讲的，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。你之所以不能解脱，不是因为现在是末法，不是，也不是你因为你根气钝，你业障重，业障真的重了在三恶道不会成为人，业障真的重了在三恶道，啊。那么障碍最多的就是那一种四肢变冲的邪见的，那个业障最重。人里面不相信佛法，四肢变冲，或是有邪见，啊，他这种就是障碍。啊，那么业报里面比较出众的障碍在三恶道，这种是业障重。那你可以作为人，基本上。在众生类里面，你的业障算不重的，就是这种障碍。障碍真正的障碍是障碍两个嘛？真正的障碍，佛法里面的障碍叫做业障啊，它可能是善业，可能是恶业，但偏重在讲恶业。佛法里面说的业障，偏重在讲两个，一个就是障解脱，让你不能得解脱的；一个就是障成佛，让你不得成佛的。那大圣大圣偏重在讲这个障碍成佛的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就是
所谓的业障，就是这个业，这个业会障碍你解脱的。啊，那么要解脱，要解脱，只有两类的人可以解脱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天。人比天更容易解脱。人的善业没有天的多，但人的智慧业，人有三种殊胜嘛，人的精进勇猛，人的意念深，就是人的智慧，对佛法的理解，对佛法的理解，那么精进勇猛修行佛法的这个力量都比天强，意念深，犯恨深，勇猛深，啊，就是能够修行，能够精进修行，啊，那么能够正确的修行，这个比天人还殊胜。啊，那如果你没有，你 天跟人算是比较没业障的，天跟人算是比较没业障的，那你在人中又修学佛法，业障更少了，障碍就更少了。啊，那所以现在只剩下你去修学，去理解，去修学，那么你就可以趋近解脱道。但是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的人，啊，可能我们觉得就是被后期的佛教洗脑，都会告诉自己，现在是末法，我是末法的众生，我身在末法，就是表示我业障重，我根气差，我烦恼重，我智慧薄，我福报不够。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能够成为人，能够听闻佛法，那个都是业障不重的。能够成为人，那个是业障比较不重的。能够听闻佛法，相信佛法，那个是智慧比较高的。那你又成为人，又修学佛法，有些甚至还出家修行，啊，那么你都讲你业障重，那你真正的业障，你真正的业障，不是因为你身在末法，不是因为你看见自己的烦恼，不是因为你修行有障碍，就是你看不起你自己，看不到你自己的优点，这个是你最大的业障。啊，所以第一点要从不能够自觉于成为贤圣法器，不能够自觉于啊佛，就是佛法中我们说法器，啊，就是你是佛道中的法器。啊，那么基本上啊，就是法器，就是你一敲它就会响了。啊，就是佛事中用的嘛，就是气是那一种啊，大气啊那一种啊，那这种法门容像的意思了。 啊那你之所以啊，那么不能解脱，不能成为贤圣法器，是因为你自己啊，自己断自己的生路，啊，就是断自己的解脱路啊。那这里是在讲说一般的人啊，那么因为看见佛菩萨啊，看见祖师大德，每个都那么厉害啊，都是出生就有一些不凡的什么什么啊，那么就会觉得自己啊，像释迦佛出生就会走路会讲话啊，然后我又不能啊，所以那个是出生会讲话啊，会走路的人才有办法修的啊，我这种要三四五岁，还三四岁的时候还会讲话，所以不一定啊，就是我就修不了啊。那其实有很多世间的，我们从世间法来讲，有很多世间很厉害的，其实小时候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，那不一样是他比别人差啊，比如说像爱因斯坦啊、牛顿，好像是说他们很，就是他们一般人会讲话，他还不会讲话，哈哈，那就比别人更差了啊。一般人这个年纪就会走路了，他还不会走；一般人这个年纪就会讲话了，他还不会讲啊。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就是呆子啦啊，或是白痴啊，其实不是啊，他是天才啊啊。但是就有这两种，一种就是比平常人更好，或比平常人更差。那比平常人更好，一般人就会觉得自己差啊。那这个是不能以此自觉，不得成贤圣法器。为世人故啊，就是为这种人啊，比较卑慢的啦啊，比较那个叫做卑劣心呐 啊那种心哦。那种心没有从自己是人整个学习佛法，佛法难闻，人生难得，那么你都成就了，那么这一点
这一点实在是，如果全世界的众生啊，就是这个地球上就好了，这个地球上假设有100个人，假设有100个人，因为现在我们有，现在我们的人就有75亿嘛，人有75亿，其他的众生呢，加起来啊，如果把这个世界的地球的众生，地球的众生全部算成10000个人好了啊，10000个人，把它缩到成10000个人啊，那么人大概只占100个，10000个里面大概占不到100个，再给他算100个啦。那100个人里面，大概前面10个是学佛的，就这样哦，啊，只有前面10个学佛，所以10000人里面，10000个众生啊，10000个众生。像前几天我才看到一个新闻说，啊，有人在研究这个地球上的蚂蚁到底有多少只。听说是，他说50000兆，50000兆，超过50000兆了，5兆已经很多了，50000兆的10000倍啊，蚂蚁啊，蚂蚁啊，那老鼠是人的3倍啊，你看这些就不得了了啊，啊，其他的不用讲了啊。那么众生里面，如果啊，应该这样讲也太多一点。好，比如说100万好了，100万个众生有100万啊，太多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浓缩成100万，人大概是前面的人大概是前面的100个而已，就是人啊，人大概100万里面的100个还不到那么多。但是我们就跟你讲，人有100个，100个人里面学习佛法的啊，像佛教徒啊，南传、北传、藏传跟乱传的加在一起啊，就是什么都信啊，那也没有正信的。但是他也相信佛了，相信佛跟相信上帝一样的，那么也给他算进去了，也才5亿个人，啊，1/15而已哦，信佛的哦，相信有佛的，那还不是那么正信的，也没他算进来，才1/15，5亿，15个人里面才有一个相信佛法，那15个人里面相信佛法，然后修行佛法，想要解脱的，或是修行佛法，啊，学佛的，真正学佛正信的。大概我看不到1/5，啊，就前面50个啦，就是100万个人里面100个是人，100个人里面啊，1/15就是100个人里面啊，我们算多一点好了啦，啊，包括天人也算进去了，包括天人也算进去，就是10个人，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信佛，那10个人里面啊，大概就2个人出家，啊，那你想想。你在排在第几名啊，那你都还不相信啊，你都还觉得自己业障重啊，那你那排后面的怎么办啊，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你这么信啊，你的叔叔伯伯没有你这么信，你打开门看看你左右邻居，看哪一个像你这么相信，你说你业障重，那他们是怎么，他们的业障就像石头这样了啊，都水泥灌在一起了啊，那个不是重可以形容啊，所以你要真正的，你要好好的相信自己，你是在人类里面，啊，在这个我们地球上业障最不重的，那么智慧比较高的，为什么烦恼最不重？因为比根气比较利的，业障比较不重的才会做人，根气比较利的才会学佛，啊，所以你把这一点看清楚了，基本上你就不会自觉于什么，自觉于佛法，自觉于成为贤圣法器。那为了这种人啊，为了这种人，我们把稍微讲一下。为了这种人啊，所以，因为为这种看不起自己的啦啊，不相信自己的，在毗尼中出生，所以啊，虽然他出生就能够在菩提树下成佛，然后这个大圣的佛陀观呐 啊，其实他是可以成佛来的，但是为了这种人啊，他必须跟人一样啊，跟人一样。那么方便就是全巧方便，那么从小孩子跟人一样，从小孩子幼小年少成人，然后慢慢跟小孩子一样也喜欢玩，数欲福欲五欲具足人法，跟一般人一样 啊，那么嬉戏我们就比较知道了，就喜欢也是小孩子喜欢玩数欲，数这个数欲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啊，就技术技能，其实数欲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数比较属于，如果从这个经典来看，它基本上术是武术，艺是文艺，啊，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，啊，我们不是只是去找字典解释，不是，啊，就是武术文艺基本上就是佛陀从小就是云文云武了，云文云武。如果从儒家或道家，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看起来，基本上叫做武术六艺，
啊，就数有五数啊，然后义有六义啊，那么基本上是这样。那通常应该就是五数跟文义了啊，符义啊，符义主要符是条符，义是条义，条符跟条义啊。那条符基本上啊，主要除了啊驾车之外，其实就是条义象啊、马啦、啊，因为印度人都是条象啊、条马啊，你看有条象肩、条马肩，然后。然后御车驾车啊，这种技能啊，这种技能啊，那五欲跟世间的人一样啊，追求五欲，具足人法啊。那好，那因为时间到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那后面是讲释迦佛的，大概到成佛之前，到成佛之前的跟一般人都一样啊。那他之所以要这样，他这里的观念是说，他可以不这样。他可以超越一般人，啊，但是他不，他只有在最初的时候，啊，那么表现跟别人不一样，但后来就都表现跟别人一样。他也不是完全跟别人一样，也不是完全跟别人不一样，啊，其实他在讲这个，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啊，那么表示说他不是一般人，但是又为了要摄受一般人，所以他要跟一般人一样。然后表示我修的你也能修，我学的你也能学，我所成就的你也能成就，啊，在讲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